一颗颗刚出炉的蛋黄酥，油亮又金黄，这是高屏店的抢手人气商品。但供应却是卖完不补，主因是鸭蛋供货近期不稳定，导致产量减少约20%。最多的话是缺少约20%，应该是说，如果进货量多，我们就多做；如果进货量少的话，就少做。 业者透露，从年后开始，鸭蛋的进货价格成本从7块，现在已经涨到9块，目前只能有多少做多少，暂时还没有调涨打算。好几颗蛋黄酥装盒摆在架上，这家人气糕饼店也有同样状况，常用的鸭蛋过年前进货1颗8块，现在就要10块。虽然供货短期还充足，不过要是变常态，恐怕也会调涨价格。 我们的鸭蛋通常都是供给给那个加工业的，现在吃鸡蛋吃不到了，现在从鸭蛋来，所以我们的量就缺少一点。如果没有再照原来的养鸭人家没有参加的话，我们可能还有再一波的涨价。 鸡蛋荒带动鸭蛋被抢买，产地价大涨3元，来到48块，历史新高。约有1/3的加工鸭蛋转到生鲜市场。清明节后，鸭蛋恐会大缺，目前将会调节供应量，否则会严重影响到端午节档期。三立新闻中，志伟、蔡春琪台北报道。